丨哥哥，我选胡海泉。海泉哥，我们也要。海泉，过来。哦，你统一下了。叫娇羞。哎，张晋哥，你刚都说你去打过招呼的，他们都点头了，所以海泉哥刚才有没有点头？海泉哥他不用点头，他眼睛这样，我就明白了。说明他在看另外一个人呢。哇，海泉哥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现场。海泉，泉哥，泉哥，海泉，海泉哥，你第一次在舞台上跳舞是在劲舞团实现的，你怎么报答恩人就看你了。海泉哥是万能乐器的一个选手，在我们这儿他是可以散发出他最强的一个能量。在这里也可以啊，在这里最可以。天哪，海泉哥，两个队伍都邀请你了，是不是？我现在身上穿了两件衣服，里面是街道办事服。街道办事服，这是我在哥哥的舞台上的第一套战服，它成为我永远的记忆，所以卓哥永远是我的大哥。给他压力，给他压力，给他压力。你来吗？然后我就说一下我第二套战服。卓哥还想问，你穿上马甲，以为我就不认识你了吗？这两件衣服穿在一起，并不是搞平衡，也绝不是两头草，因为它都是我最最美好的记忆，曾经为这件衣服付出过努力。你来吗？其实这个舞台，我想在大约一个月以后不到的时候，我们所有人就会变成一个 team。所以，如果我自己今天，错失了另外一个 team 的邀请的话，非常希望成为竞争对手的伙伴们理解我的选择，把你们做到极致，然后成为我最强的敌人。我选择海泉哥，张晋。Respect， OK 的。恭喜恭喜海泉哥，也恭喜张晋阵营。谢谢谢谢，加油加油。